牛奶会不舒服。每次喝都会不舒服吗？对。你讲什么情况啊？我无结过婚啊。无彩，阮子孙对你安尼思思念念，你竟然该放袂记啊？后来子孙因为要开车送你去病院，车碰啥？那怎么死啊？你好白讲，你好白讲。坏人，不要欺负阿姨，我要保护阿姨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